我们终于找到传说中的 One Piece。 One Piece。 哇，这破手机谁要？蟑螂要，蚂蚁要，老鼠要，以及回收二手手机。老板，这些手机能卖多少钱？5块钱一斤。踢你个鬼！你这老头坏得很，坏得很。年轻人，觉得不够，我这还有把辣条。辣条！奶龙，你看这几部手机居然可以换好多钱呢。马上叫顺丰小哥过来。收款到账。